本宫相信你对我的一片真心，不过我现在另有想法了。来人，在。将魏之给我拿下。是。殿下，你这是何意？主子，主子，这是宁城留下的。请快去。是。去，把剩下那个侍卫也给我结了。是是。启禀陛下。昭宁公主带领侍卫去了魏知府，另派人去楚王府送了信。我这个王妹还真是莽撞啊！走，去帮帮她。火药！秋风起，谁在叹？
传奇，最先起千头万绪，最亲密如临大地，世事如你无泪吗？我好了。为之拜见公主殿下。这是我太子哥哥您穿的衣服，知道为何叫你来吗？微臣不敢妄加猜测。太子哥哥被您一勾心，是你一害他背负了罪人的名声。微臣，本宫对你极其的失望。我如此的信任你，你却生着两副面孔。今日在太子哥哥面前，你告诉本宫，你到底是敌是友？非敌，非友。在本宫眼里，只有两种人：敌人。有人，你选一个吧。公主殿下，微臣实在无从选择。若非要微臣选，微臣想回到入清明前，绝不踏入清明大门半步。清明乃你我邂逅的地方，你是后悔结识本宫了吗？微臣不是那个意思，微臣的意思是你出事，微臣跟着出事；楚王出事且事出未府，微臣还要跟着出事。即便公主殿下书信一封，可陛下的心思，谁又能猜得透啊？出了事，微臣小命不保，还不如当初不入清明。本宫明白了，你就是怕死。公主殿下，请谅解为之胆小怕死，原谅我，可好？本宫绝不会轻易收手。宁毅永远是本宫的敌人，若他日你还敢阻拦我杀宁毅，你也是本宫的敌人。主子。